3月6日，有媒体记者从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处获悉，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、原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所长、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、中国戏剧史研究专家田本相于3月5日20:23因病在北京和睦家医院去世，享年87岁。田本相先生为中国话剧研究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，他将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，著有《曹禺剧作论》《国母若史剧论》《曹禺传》等著作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